陈霸无尘具新品介绍。新产品多功能装修型台具，采用高品质电机，动力足，维护方便。全铝合金台面，造型美观，经久耐用。陈霸无尘具始终以产品稳定性、操作的便捷为主要目标，不断地提升产品。角度调节与开关在同一侧，操作方便简单。滑动工作台面，切割稳定精准。快锁式靠山，一步完成靠山锁定操作。产品安装，打开箱子，箱子里小心取出无尘具以及周边配件，包括锯片、靠山快锁把手、扳手、安全护罩、角度推板、靠山以及周边配件。要使用无尘具，应按照以下顺序安装：一、锯片；二、安全护套；三、延伸台面；四、快锁靠山；五、角度推板。安装锯片时，打开锯片仓的透明挡板，用扳手拧下固定螺丝及外压片，安装锯片。将压片及螺丝装回去，拧紧螺丝。安全护罩有一定的安全防护作用，将护罩支架从锯片后方垂直插入，使其跟锯片在一条直线，拧紧固定螺丝。顺切割靠山可以安装在锯片的左侧，也可以安装在右边。将靠山调整到需要的刻度上，按下锁定把手。快锁式靠山，一步完成靠山锁定操作。顺切割靠山可以安装在锯片的左侧，也可以安装在右边。将靠山调整到需要的刻度上，按下锁定把手。为了使用更大的操作平台，需要安装延长台面，对准两端的孔，均匀用力插入，拧紧两边的锁紧旋钮。角度推板可以固定在滑动台面上，配合滑动台面使用，也可以单独使用。角度调节与开关在同一侧，操作方便简单。切割操作，在操作切割之前，一定要检查锯片是否安装牢固，斜切角度是否已经锁紧，集尘带是否安装平整。横切是施工中最常见的切割，将木料放在台面匀速推进即可完成切割。为了切割更加标准，可以使用左侧滑动台面，我们设计了定尺切割功能，可以方便客户的预定尺寸切割。公司始终坚持健康与安全的品牌理念，并以创新、专业、诚信的品牌价值，成为世界无尘具行业的领导者。公司拥有5项国家专利，
几百家地板品牌合作，市场占有率70%以上。新产品多功能装修型台具，采用高品质电机，动力足，维护方便。全铝合金台面，造型美观，经久耐用。陈霸无尘具，始终以产品稳定性、操作的便捷为主要目标，不断的提升产品。新产品多功能装修型台具，采用高品质电机，动力足，维护方便。全铝合金台面，造型美观，经久耐用。陈霸无尘具，始终以产品稳定性、操作的便捷为主要目标，不断的提升产品。角度调节与开关在同一侧，操作方便简单。滑动工作台面，切割稳定精准。快锁式靠山，一步完成靠山锁定操作。纵切，我们设计了快锁靠山功能，快速完成靠山的安装，提高工作效率。斜切，松开斜切的锁紧手柄，调节指针到指定角度，拧紧锁紧手柄，完成锯片角度的调节。可以使用滑动工作台切割门边线以及实木踢脚线，也可以配合靠山完成地板上墙遇到的墙角拼接以及其他造型的切割，使 DIY 变得更加得心应手。公司始终坚持健康与安全的品牌理念，并以创新、专业、诚信的品牌价值成为世界无尘具行业的领导者。